你是全班第三，连段第五。完了，这个人吃个半夜都坐上瘾了。出去蹭吃嘞，妈妈不煮了。过来，我表扬你一下。但是你说错了，你不是全班第二哦。你是全班第三。那老师发出来的，你就是全班第三。连段第五。啊？连段第五。不是连段第24吗？他连段第五，老师发出来的，你是连段第五，全班第三。你们班太牛了，我请你吃好吃的。是是。等你放假的时候，我们带着奶奶去吃好吃的。是是。去吃自助餐吧，你爸也喜欢，行吗？去哪家？去就近的，去吃你爸爱吃的牛肉自助餐，行吗？行吗？可以可以。老家还在这里。我在这里了。真的，那里有10块钱一餐。吃饱10块钱。我说哪里啊？我就看哪里哪里，走到哪里哪就有10块钱一走的一顿饭。那你吃了吗？我没有。去茶叶店蹭一餐吃的钱。挡住干嘛？把头发绑起来，我不喜欢你披头散发了，快点，一会儿要把头发就放了。你确定不去啊，老妈？嗯。他吃了红薯了，他说他不去。有丸子啊，冰箱，自己去煮啊。等一下煮个汤喝一下。你看大的不让我拍，现在老二也不太让我拍了，长大了就变样了，一个个的，哼，抖什么抖，还是挺开心的，我们都没怎么管他。但是除了数学考了全班第三，连段第五以外，语文跟英语都不好。你看一讲到这个就要赶紧跑了，你看，哎，但是语文这种是要靠背，他就是懒，整天想着玩，整天想着出去外面买买买就开心啊，是不是？如果你语文也考那么好，英语也考那么好的话，妈妈就更开心，赚钱更有动力，是吧？你花钱我也给你花的有动力。走，去吃个饭回家，又不行了，看来我最近得忌口了。吃多少啊？12粒。要我命哦。那个小小粒的。哦，天哪，你不要吓我，吃那么多，真的是每次都给我整一大堆，一吃又是一大把的，我真的服了我自己。以前是一个一个的吃，现在是一把一把的吃。很棒，值得夸奖。我以前真不敢吃，吃完了继续干活。反正我觉得我最近得忌口了，最近可能吃的比较好。你看回来这请客那里请客的，然后吃的多，我妈也是各种炖汤给我喝，可能这个也有点关系。家里这个茶盘也开始要洗一洗了，过年了得给它洗得蹭亮蹭亮，放在这边泡一会儿。那天我已经泡过一次了，看了干净了许多，所以我现在又想泡一下。这个不用装了，我觉得直接拿去扔就可以了。那、这柚子放得够久吧？这个还能吃哎？可以吃的。现在吃好香。这个先不扔，拿出来，明天有空给它剥了吃掉。你别看它皱巴巴的，里面的肉是好的。这是库存货。这都好几个月了哦。哦，这是咸。叫人家寄过来的什么甜醋，糯米甜醋，我也不懂怎么煮哎。他们说煮那个什么猪脚，我也不懂哎。改天我搜一下怎么煮先。这个泡沫箱先不要扔吧，这个泡沫箱如果万一要回去，可以装一点东西回去啊、好的。现在不敢确定要不要回去，我是跟我婆婆商量了，如果我身体有好转，我就带她回去。因为呢，抢票这两天也抢不到，今年好像回家过年的人比较多，老人家肯定想回家过年的，我们也尽量陪他回去吧。这是朋友寄过来的什么香辣鸡爪呀、鸭脚啊，好多，一下子把我自己门都给堵完了。等一下我去丢。等一下你去丢。纸箱可以卖钱。是啊，我们要留着。你看这个地方，如果我不去动手，
没人会去动手，但是我一动手就可以给它弄干净，现在就是擦一下就 OK 了，那个角落还要弄，反正我们家固定要等着我来收拾这些，看来我的重量我很重要，对你最重要了，我太难了，真的太难了，擦一下就行了，看起来舒服多了，不然长期泡茶这个茶垢咦脏兮兮的，特别是这一块洗了好几年都洗不干净，现在哎呦洗得老干净了啊，现在好干净喽，你看称量称量的，我就喜欢这样子的感觉，只是我没有时间弄，又没有人帮我弄，每次都要等我来弄，你这是讲给我听的还讲给谁听的，我除了能讲给你听，我还能讲谁，我还能叫谁来帮我弄，真的是你这话说的太难了，我太难了才对你说我除了讲除了能讲给你听，我还能讲给谁听，是吧，没人了吧，哇这连这个洞洞都好干净，下面还有个茶盘帮我拿下来，我要给它洗干净，这洗的会上瘾，做卫生这种东西真的很神奇，一旦做了就不想停，这个茶盘买了我800块钱还是1200忘记了，反正我记得蛮贵的，就以前在那个基地用了一下，到现在也给它洗干净，这个茶盘我老喜欢了，丢给我爸用，在那个凉亭他到现在都没用，就夏天会用一下，冬天冷他们也不爱在外面，但是我还是要洗干净先，完了这个人吃个麦又都坐上瘾了，现在也不晚，才11点啊，这好像有毒一样的，一做就不想停，要么就几天都不做，几个月都不做，特别是到过年的时候，哇一停下来我告诉你啥我都不想做了，这些都要给它套袋子套起来，你看我买的这个袋子有多大，哎呀再也不怕灰尘喽，平时用不上了，我们家二楼老是好多灰尘，我也都放在窗户外面套一下，我懒得洗、啊、你看这个茶盘也被我擦了跟新的一样，锃亮锃亮的，是啊多好啊，就是这个管要换了，这个管太久没用也硬化了，先放暂时也没人用，这个厨房被我扔了大概应该有几桶，反正好几袋东西扔出去了，挺多的，这几天应该都是在扔东西，然后这些都被我里面一罐一罐的全部摆上去了，虽然不太好看，但是它总不会放到里面占位置，放到外面也是没办法的事情，要用了再拿，拿个东西照一下也会好一点，如果我不弄呀，哎呀这些东西真的是都没有人去弄了、啊、真的没有人会去整理的。